回来回来。公鸟终于回来了。这时候已经六点半，没有光线了，勉强。公鸟会在这里干嘛？有一只鸽子，出礼貌了。在吧，应该是自己在吃吧。插嘴了。阿便。飞到后面去。哦，真的飞了，真的飞了。就在我收炮的时候，按掉关机的时候，它真的就飞了。好了，既然没有缘分，就拜拜了，就不强求了。啊，酒精搞太晚。搞太晚，公鸟等到六点半才回来，这叫我怎么坚持？唯一的画面是母鸟吐食碱，但是有没有吐出来，我也不晓得，到底有没有等到，真的很尴尬。幼鸟的这一段飞行还不错，虽然说最后没有拍到任何的画面，不过发现现在这时候它的头位上。天黑前的最后一次，幼鸟是肚子也在叫，然后母鸟没有去仓库拿食物给它。这次我已经不会喂最后一次，天黑前的最后一次。